大人，小人多有得罪，有辱斯文。你以为本宫是什么人，能中你圈套？大人不要多心，小人完全出自好意，就是想让大人玩得尽兴啊。粗俗！你这是害本宫，你知道吗？大人不要误会，小人绝无此意，就是因为大人答应把小人当作朋友，小人才这样忘乎所以，小人知错了。行了，本宫知道你是好意，但本宫是一朝的状元，又是驸马，我能这么不检点？大人，小人懂了，小人今后绝不敢肆意妄为。大人，您在这儿呢，我在那头接您呢。您看，让我这一顿好找。大人，玩得痛快？怎么了？大人，您慢点。殿下呀，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呢？还不是生意上遇到些麻烦。那个冯之远耍滑头，被我给识破了。我训了他一顿。是吗？他如何滑头啊？他呀，知道咱们开店不用这，没人敢征税。所以他就想让咱们把店的规模扩大，把他的货放进来。你这我怎么能答应呢？对，俗话说得好，无奸不商啊。以后对付他们那种人，以后对付他们得相当小心。是。你看他，还诓我喝了很多的酒，哎呀，真是，这头直疼。殿下，我想早点休息了，您看，宋殿下，公主殿下。驸马今日为何回来的这么晚呢？回禀殿下，原本可以早一点的，可是驸马大人和冯老板在生意上有些争执，所以就晚了点儿。哦，这以后你给我看仔细点儿。本宫告诉你，如果你敢跟本宫耍心眼儿，小心扒了你的皮。小的不敢。下去吧。其实，我们都是良家女子。你叫洪文。是啊。告辞。小心点儿，张大官人，你还会再来吗？一定要这样吗？一定要这样。你想一想，
我们做这么大的事情，能不防备万一吗？如果驸马想弄死我们两个，还不像捏臭虫一样？所以一定要让他自己无路可逃，我们方可安全。我看这事儿要不等以后再说吧。你说这驸马大人他犹犹豫豫这么谨慎，我们怎么好勉强他呀？依你所见，驸马大人对女色究竟如何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都好几次了，我看见驸马大人眼睛盯着丫鬟的样子。可这么多年，我也没见他对哪个丫鬟动手动脚的呀。哦，这就够了。这驸马大人在我面前也只不过是装相而已，依我看，他对女人如饥似渴，所顾忌的恐怕还是你。我？对，听我的，按我说的去做。这也太少了。这拿着，这可是100贯。可这样做太丢人了。跟别人做丢人，跟我做也丢人呐。讨厌，你就不怕我告诉你老婆？我老婆知道，我早就告诉我老婆了。哎呀，骗人！我骗又怎样？不骗又怎样？反正这宝钞可是在你手里了啊。可要是让殿下知道了，要被赶出去的。哎，你呀，殿下怎么会知道呢？放心，一切有我。讨厌。最多还有半个时辰，驸马大人就会回来。等他经过这里，要不然咱们先……你来吧，你干什么？往哪儿跑？我看你往哪儿跑，我看你这是往哪儿跑。不要这样，我喊人了。你喊啊，反正院里没人，驸马大人也不在，你喊就喊吧。周宝，我喊人了。你喊啊，今天这事儿我是做定了。我害怕。你还怕什么呀？我害怕。什么好怕的？香芝儿。周宝，我真的喊人了。那你就别喊了，反正这事儿我今天肯定是要做的。放开我！香芝儿，别这样，别挣扎了，我可想你了。周宝，我每天晚上都想着你，我的小宝贝，我的小心肝儿。瞧把你急的！快快！哎呀，着什么急呀？快快躲！哎呀，我的小宝贝，我自己来。花呀！小人再也不敢了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哎，小的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大人，你别告诉殿下，别告诉我老婆。光天化日啊，在公主府敢和殿下的丫头通奸，该当何罪啊？
小人知罪，小人知罪。求驸马能够饶过我这一次吧。我为什么饶你？就看在生意的份上，饶过小人这次吧。你做的坏事不止一件了。这些年跟着我，表面上伺候我，其实是监视本宫。你好大的胆子，以为本宫不清楚吗？小人知罪，小人知罪。可小人这么做，也是奉了殿下之命啊。哦，殿下让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哎，小人以后再也不敢了，小人以后就听驸马大人的，驸马大人让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让做什么小人就不做什么。记住你说的话。还和哪个丫鬟做过？这个府里没有再和别的丫鬟做过了，就这一个。你再说。再有就是跟外面的青楼女子有过。有过几次？有过一些次，可是小人绝不隐瞒大人。这听着还像实话。小人句句都是实话。可是大人，小人偶尔逛逛妓院也算不上是违法。小人今后一定全心全意伺候大人，肝脑涂地，在所不惜。龌龊，滚起来。谢大人。大人，小人还有一句话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讲吧。香芝那个丫头吧，她其实她不喜欢我，小人给了她好多钱她才肯。她喜欢的其实另有其人。什么意思？小的不敢讲。讲。是这个丫头她喜欢的是大人您。你胡说什么？哎，小人句句都是实话呀。我跟他闲聊的时候，我亲耳听他说的。他说了，这全天下的男子都没有胜过大人您的。要是能和驸马大人您，他愿意。闭上你的狗嘴。丫头，她喜欢的是大人您。你好吧，今天这事儿我是做定了。啊，大人。大人，站住！大人，一会儿你到我房间来一趟。是大人。
那天的事情就算过去了。请大人宽恕。看来你在公主府是干不下去了。请大人宽恕，千万不要告诉殿下。不告诉殿下，这事儿就算完了吗？但如果说出去，奴婢就活不下去了。不要脸，自己做下的事情，你有何话说？大人，请饶恕奴婢一次，奴婢将对大人感激不尽。你居然跟周宝那样的人搞在一起。奴婢知错了，是他逼着我这么做的。奴婢也是一时糊涂。赵宝，大人，见到本宫，为何转身就走啊？我是想去看看厨房的鱼准备好了没有。那个香芝没有对你说些什么？你是否又要跑到殿下那儿去禀报啊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以大人之尊，这点小事儿实在算不得什么。小人怎么可能跑到公主殿下那里去搬弄是非呢？你尽管搬弄，看最后倒霉的是你还是本宫。这个小人懂，以小人之见，大人过得还未免清苦了些。这话怎讲？据小人所知，这京城里的王公大臣或妻妾成群，或寻花问柳，实在没有像大人这样的，是小人伺候不周，小人有过。住口！本宫堂堂状元驸马，岂能跟那些俗人相提并论？哎呀，你看我这嘴，哎，要不这样好不好？大人，我跟冯老板说说，让冯老板多陪大人玩玩，怎么样？先管好你自己。再说，请，大人，大人，里边，客官，里边请。大人。
总是让你破费，有点说不过去吧。哎呦，大人不要见外，能与大人交往，小人幸甚。希望大人以后不要再提这些，真是无足挂齿。大人，请。请。这个燃虚翁的笔法还真是别具一格呀，能与之比肩的不多。是啊，大人说的极是，可小的认为与大人的话相比还相差得甚远。你见过我的画？啊，小人早有所闻。油嘴滑舌。嗯，又是昆山吧？嗯，大人好眼力，果然是昆山先生所作。好像我们上次在滴翠园，好像大人，那天我确实说那儿有一幅画像昆山先生的，只是没有剧名。是啊，只是当时蒙娘却没有证实。你说那个女人叫蒙娘啊？是。这个蒙娘怎么并未证实呢？她分明说本宫猜得很对，连那个叫什么蔡凯之的无名之辈，本宫都看出来了。这些都对，只是大人看那幅山水的时候，蒙娘并没有说话，只是笑了笑。你是说本宫看得不准？啊，小人不敢。那。也只能去问蒙娘了。好啊，本宫吃完饭就亲自去看。好，我们问个清楚，这样小人愿意百两银子为助。啊，还跟本宫打赌啊？好，那本宫如果输了的话，那小人就求大人一副墨宝。哎，我们状元的字可是王公大臣都不给的啊。哎，大人。好了好了，既然是打赌嘛，如果本宫输了，给你写一幅。谢大人。周宝兄，你来做个中人好不好？大人可是说了，滴翠园里有一幅山水是昆山先生的。行了，我都听清楚了。大人要是说得对，你可输给大人一百两白银呢。正是。大人，我们吃过了饭就去滴翠园。他必输无疑。他必输无疑。来啊，上菜。两位大官人近来可好啊？都好。今儿两位怎么有闲心到我这里来了？哦，是这样的，张大官人前次说你们这里有一幅山水，可是昆山先生所作。今天我们两个打了赌，特来验证一下。不知二位说的是哪一幅画啊？就这一幅。哦，张大官人说的可是这一幅啊？这一幅确实是昆山先生的画。不过二位官人不必让外人知晓。周宝，听到了吧？我都听清楚了，大人眼力可真好。好了好了，我认输便可啊。张大官人的眼力
真是非同一般呐。的确如此，来我这里的客人还没几个人能识得。啊，母娘，我们几位刚刚都用过饭，现在乏了，给我们几个准备几个房间，我们要歇息一下。啊，要上等房。两位大人请稍后，我呢这就替你们办。多谢。张大官人。是你。上次没有伺候好大官人，多有得罪。请坐。嗯。不知大官人想听哪一曲呀？会再有人来吧？不会的，大官人。你这宝贝还真不少啊。那赶紧挑一个吧。这个不错。你都一起来吧。大官人，我给你奉上。嗯，只要你们让我开心，钱我有的是。就看你有没有本事了。哎呀，大爷，就怕你吃不消。是啊。送给你。谢谢大人。点儿。没事。来，都来。哎，多谢客官啊。客官慢走啊。好嘞，下次再来啊。好。嗯，老弟，驸马大人呢？又去找女人了。我怎么说来着，驸马大人如饥似渴，这样下去他迟早会被掏空身子的。我这供不起他了呀，最先掏空的是贵上。哎，那就到时候了。呀，驸马大人。驸马大人，
殿下找我呀？现在怎么越来越少了？哎，殿下呀，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。近来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店里的生意越来越不景气。不过呢，我会想办法啊。不会是被你私吞了吧？哎呀，这怎么会呢？您可以叫周宝来问问呀，他比我更清楚，我也着急呀。那现在什么生意好做呀？我也不清楚啊。总之，我们现在没有本钱开别的店了。你不是还有些积蓄吗？啊？殿下取笑了，我哪有什么积蓄啊？店里赚下些，我不都如数交给殿下了吗？你有这么老实吗？哎呀，我倒是觉得最近你消瘦了不少。啊？有吗？不会不会。那为何现在？你不常来我这儿了？我现在不就来了吗？殿下，殿下，你是说不能办呢？哦，大人，实不相瞒，小人最近手头实在是有点紧张，这几个月来一直在京城陪着大人，这生意上的事情荒废了一些，很多欠款都没有索回，所以大人要是再新开一家店的话，小人实在是……你是怕我赖账吧？挣了钱我还你？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小人不是这个意思，小人的意思是说，依大人和府上的开销，即便是再新开一家店，也是杯水车薪啊。那您有什么好主意啊？哦，恕小人直言，依小人来看，大人开的瓷器店、绸布店，这与大人的身份相违，以大人的身份，一定是日进斗金才是啊。日进斗金？嗯。你以为我有多大的权力啊？我这都尉不过是个虚职而已。哎，大人，依我所见，只要用在适合的地方，这虚职也会变成实职。什么意思呀？啊，大人，您是驸马，这驸马爷的生意是无人敢管，无人敢问，所以要做就要做那些值得做的生意，这样同样也是无人敢管。什么生意无人敢管呢？大人，有一样生意是人人都想做，可人人都不敢做，而大人只有您才能做得。哎呀，啰嗦说。茶马。你胡说什么？大人，小人知道大人一定会感到震惊，可小人说的都是实话，
小人去过陕西，心里非常清楚，这茶马生意利润最高，以一当百，非官家背景不得为之。如今皇帝陛下查禁甚严，可查得越严，这利润就越高。大人，何不一试身手？想害死本宫？大人，大人息怒，小人与大人已成为至交，所以这心里话才说给大人听。如果大人实在不愿意，小人也绝不勉强。可是小人总认为，大人身为皇亲，一定有些事情是别人做不得，而大人您是能做得的。你给我闭嘴，以后别再跟我提这个。祖皇，您还是先歇息吧，这些成文孙晨今也可以看完。文儿啊，朕似乎真的感觉到不久于人世。你不要看众臣们天天在主朕万寿无疆，自古以来有哪个皇帝能活过百岁？朕已经准备好了。祖皇，您可千万不要多想，您不要离孙晨而去呀，孙晨离不开您呐。天下是咱们朱家的，咱们朱家能打下这个天下也是事出偶然而已。作为君主，必定要兢兢业业，克勤克俭，方能稳坐天下。而且还要洞悉世事，凡事小心，活到老学到老啊。皇上，祖皇，皇上，祖皇，皇上，皇上，祖皇，皇上，快来人呐！来人呐！皇上，祖皇，公主殿下，驸马大人，公主殿下，驸马大人，公主殿下，驸马大人，谁呀？什么事儿？小的周宝禀报公主殿下驸马大人，宫中派急使来到，说皇上陛下病重，要公主殿下驸马大人火速进宫啊！快点，快起来呀！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太医怎么说？太医说凶多吉少，旧病加重，又添新病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别急。你放心吧，父皇不会抛下我们不管的。是啊，如此严重，已经在准备后事了。现在里面仅皇太孙一个人相陪，那可如何是好？希望皇上能够痊愈吧。哎，不过咱们做驸马的心里也该有些打算了吧？是。不过那又能如何呢？有些话，咱们只能私下议论。若是父皇早做安排，会派我们以实职，尚且好些。像我们这样，一旦父皇驾崩，恐怕只能落得无依无靠了。是啊，皇太孙毕竟是皇太孙呢。
水的一场，却忘不掉梦境如画，梦也甘甜，梦也苦辣，难说难解，难舍难挂。白杨人生千种评价，这总有偏难，春绿结秋黄，朝阳面落下，十字路口八面来风，不如自问自答。写的话，感谢的话。